今年的话就好记。为啥好记啊？你爸管理的好嘛。现在给大家倒腾接着喝水熟。妈，你今早起能接多少斤？还不接他十几斤。奶奶，嗯，你今早起能接多少斤？我接他一二十斤。你给我妈接的还多了。啊。妈，他接完了，称一下比比啊。比就比，能行。你的袖子加油干哦，找干完找回家。哎呀，马上都过来了。什么人给化解一会儿聊得去的？他摸。啊？还挨着吹了，贴不见线。这是热，妈说我做做饭，吃也别菜饭，不能这样嘛，你说吃过咱就吃着。哪是我嘞？姐，叔叔，你见得多，差点比例。别，是老是妈，溜溜就知道了。这是哪来吗？这是我的。给他称，称好，四公斤、五公斤、六公斤、七公斤。啊，这是我的，称好。多少？啊？多少？四五六七八，妈呀！就是给我还多来了，钱没给你还家伙，钱我多了，圆满一锅。